弟弟们，爱弟弟爱弟弟，也想寻找有钱的好美人黑我啊！有吗？办下也好啊，你退缩也好。情用般的人哩，哎呀，只要有钱啊就好。哦，有钱就好哦。哎，当然啦。给他
话来讲的啊。钱少，该那是可以，不过我看到你啊，老嫂嫂没相貌啊，我就担心点的，我那么。妈妈的呀，你讲爱相干老婆啊？没来干我。会教哦！哎呀，去介绍佢阿个妹嘢阿芳嘅。阿芳哦，咦，阿芳唔系家里人系咪？家婆家姐家到就太泡你，三眼望四路都唔掂我阿爱事。佢喊你离婚呢？三眼婚期冇联系就可以判离婚呢？老兄，快点好好复工，不然家那是呢。哎呀，钱少，那真正的罕见没有，给好彩阿复工啊，真好会爱家度哎。阿复工，阿复工。哎哎。阿兄，阿你太上好啊，还没有好事商量啊。听不到有好事的你呀、啊、我一个阿福哥、啊、可就可以说唱阿福哥你呀好钱少想干你呀没几你给给摸爷呀难堂漂亮的钱妈，你长得不错，娘母爷一听也不错，就是爱一只年纪呀。娘母爷，你很不很敢爱？哈不过，跟老牛相生论潮时，给出来多付出的把推干哟。嘛给推干？嘿，做哪几个骗金牛那10000块，哪个我也保证告诉你。哦，10000块小事小事，你转去先摸那身来给，你过去同意的话，我就过去看那身来。哦，给好，还好，给俺做一下。莫给莫给，为了表示俺对家的心意，先收一部手机文件。在哪里钱买几件礼物？哎呀，不是不是，以后啊再送也可以的嘛。钱少，阿福喊你要做，你就早派嘛。啊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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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呀就交给俺妹阿福啊，你就等等好消息啊，等等了啊。阿福哥，你几从每年去做啥的呀？你不爱激动哟。亚老兄，俺还会亏待你吗？啊，哈哈哈哈！